Seven 旗舰店。可以去上面照相啊，上面更漂亮，二楼更漂亮，真的。哎，你不要看。帮你照相，是泰国的一个特别的奇幻秀。我是觉得还可以啊，但是门票有点贵，要2000多，而且现在泰铢又比较高。如果有所中有余裕的话，是倒是蛮推荐来看的。好，这是我要吃的泰国的宵夜。好，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类似炒河粉的东西。这个还不错吃，东南亚都是酸酸辣辣甜甜的居多，然后它里面还有炒一些蛋，然后配上其他的一些配料，例如这个豆芽菜，然后这些辣粉，然后刚才那个白白的是糖粉，那这样子配起来这个味道就很有层次感，感觉还不错，还蛮不错吃的。而且这个面条很入味，这个椰子燕窝啊还不错吃，然后里面还有加莲子，然后椰果肉也很多，可惜我没有带提汤匙，这样就可以挖椰子肉了。结果在最后整理塑胶袋的时候发现它也有塑胶汤匙，而且比较好挖，然后我就把椰果酱整片撕下来，很好吃啊，这个果肉超好吃的，
因为浸泡过那些燕窝，然后还有莲子汤，这样那个甜度啊，还有那个香度都飘上来，非常的好吃。然后你要挖，你可以这样子烤着，用烤的，然后是你把汤匙不动，然后你另外一手用冻椰子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很容易这样烤下来，就这样烤下来，好了。